Sausalito 国庆园游会将于7月4号星期一在 Dunphy Park 举办，全天活动免费开放，由早上10点开始的国庆游行，下午2点半到4点半的公园野餐，伴随 Humdinger 乐团的音乐，还有美食和游戏摊位。晚上活动将在 Gabrielson Park 举行，有 Neon Velvet 乐团现场表演，一定会让您闻声起舞。当然，重头戏的烟花将在晚上9点15分开始，并持续半个小时。全天户外活动，建议您携带毯子、沙滩椅和大量的防晒霜。地点在 Dunphy Park, Bridgeway at Napa Street, Sausalito。可参考荧幕上的行车地图前往。新希望华人癌症关怀基金会将于7月6号星期三，美西时间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举办《书名有约》系列访谈节目，邀请沈月女士来分享在过去26年来，她由一位与癌症抗争的勇士，成为圆梦舞台戏剧的创作家，以及令人敬佩的义工的生命故事。沈月幽默地将访谈节目命名为《我破了金氏世界纪录吗》，诚挚邀请欢迎您的参加。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newhopecancer.org 查询。寂静的夜空，群星璀璨，银河横空升起。拍摄美丽神秘的星空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强烈心愿，但是也有很多难点需要克服。中国信徒布道会将于7月15号星期五，美西时间晚上7点半到9点，举办星空风光摄影线上讲座，邀请现任旧金山摄影师联盟副主席冯超先生来分享如何知道银河的方向，如何在黑暗中对焦，控制感应器的噪点，以及如何正确设定白平衡等摄影的经验与窍门。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ccmgospelcenter.org 并注明讲座代号 SM296。 您有心理纠结、压力、情绪起伏、关系破裂、心灵伤痛以及各样困难、不知所措或不知道可以找谁或如何启齿的经历吗？您可以来互加支持小组，将难以启齿的心事在安全的环境中倾诉出来，得安慰，得释放。让我们带着您的需要，带着您的关爱，一起来成长。七月份线上支持小组时间是7月12号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报名请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或上网 fembaybay.org/sfbayarea/7月份网上支持小组，或打电话510-790-3366查询。同时段为男士们预备了绅士小组，也欢迎男士们报名，完成报名即会电邮通知上线 ID 及密码。